要多要一点。这几个南瓜不错，今天搞个南瓜饼，就这个。洗干净，哇，这南瓜一定很好吃。哇，好漂亮！我们要把这南瓜籽拿出来，这个南瓜籽拿来炒很好吃。这南瓜籽好饱满，我还想留着明年拿种。你看，很饱满的这个，很好吃，就拿来炒。锅里放水，然后我们就拿煮了。两个木片的南瓜放上。盖子盖上，哇，好，大火煮的，我一定要加大，30分钟就可以了。来，打开看一下，可以没有？哇，哇，行了，可以拿出来了，可以了，哇，哇，烫，可以吧？可以。慢慢弄出来，我去烤个面粉。好，你去烤一点那个鸡蛋黄。啊。来，公鸡蛋来了。好看吗？不错，小南瓜，把锅盖盖上，蒸10分钟可以了。尝一下，嗯，可以吧？很好吃，看一下怎么样？哇，漂亮吗？